花的部分哦，你们可以稍微画大一点没有关系哦，因为画大的时候比较好画。效率太好了，放假啊，暑假，礼拜天只有这两个没有要去。哦，阿健秀慧不来，阿健跟秀兰。真的哦。不是到月底，不是、啊、说错了，期末一起收嘛。哪有那么好的，那么黑黑、啊。是吗？哎呀，我顶个让他讲学期末考。那是你呀、啊，他特别通融你哦。可是他，我后来我以为是我们去交钱。有他来收啊。哦，他有来收那个、哦，总有来收，有来教室收哎、欸。我想他就没有来收。他都会记得了。我现在把那个花型哦画出来哦。我们这个活动还会有那个再加一瓶。油画班跟素描班的同学也会有人去啦。但是可能不会这么多啦，就是我们班应该是。有画画班的新生找他们啊，他们也要去。哦，他们要去哦。就是他们在问说要在哪边集合的啊。哦，好啊。然后基本上是以你们为主啦。有画班我们在贵阳。青春也要去。哦，青春也要去哦。好啊，去啊，有空就去。素描班应该去的人比较少。新生比较少，他们新生很多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去。可能他们还没有画过风景的。对啊，我跟他说会先上一堂。那就是去画那个，不能画，要喝咖啡酒。其他，哎呀，其他人家比较好。无所谓，对吧？无所谓，就是喝咖啡啊。除非下到真的很大，就是大到那种，大到真的是不行。但其实下毛雨区还蛮漂亮的，而且它也不会说一直下，会停。然后它其实那边下毛雨很漂亮，你们可以看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有几次去都是下小雨，很漂亮，因为它那个在山里面会有那个，对对，会有一些山岚啊，我觉得还蛮漂亮，真的真的。我比较喜欢仙气感觉，跟我的同款的呀，跟我的同款的，安尼我就较会晓弄。又要花钱，要花钱买照相机了。那个电池哦，没电都没电，换啦、啊，有啊，换啊，换新的也是没相机没电，那电池丢的，电池才刚买，那么多年的值得说吗？大概四五年有了吧。你什么牌的？索尼的。索尼的还是国际牌？忘记了。索尼的维修站在好像重阳路。那索尼的还是国际的？那是人家帮我买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安能？这边能上吗？
慢。好。像我朋友，杨面那个朋友，他要用背景的时装。好，一样哦，背景先染一次哦。还有就是说，你们回去练习的时候，如果尽可能的话是照着我的那个步骤做一次，你们不要自己画自己的。就是不然的话，你像有些同学都分开画，到最后再整起来，问题会比较多。那其实画图是有一个步骤，你们尽量去刚开始先去学习我的步骤，就一步一步来，然后从背后背景渲染到整个完成，这样子会比较有整体感。因为你如果一旦分开画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整体感部分没办法完成。那现在就是说，你那个步骤如果画错的时候，其实你会浪费很多时间再重新去做修整的动作。那尽量来讲的话，刚开始是尽量去模仿我的步骤，哦。好，我们先转哦。我先把它再整个染一次哦。它的水放了好多年了。我白的部分一样，先稍微留下来哦。哦，水稍微用多一点点。好像那个壶嘴哦，那个白哦一定要留下来哦。背景的颜色哦，基本上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啦，不一定要照原来的东西。那你说怎么选择来讲的话，通常会比较偏比较暖色调为主，稍微整个背景哦，暖色还是以整个暖色调为主会比较好一点点，那感觉起来整张会比较温暖哦。水可以先稍微上一下哈。好像苹果整个都染下去都没有关系哈，因为苹果颜色本来就稍微比较深一点点，但是颜色不要染到就好了。像这瓶子颜色染进来都没有关系，但是那个亮点哦，稍微留一下哦。